谢谢，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，谢谢。我都不下去了，太高了。我们两个人在台上，这是两个人在台上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中枪了，知道吗？没听说，假死的。都是开玩笑。刚才我师傅给您说了一段，老师来了，对，是一段很积极向上的作品，啊。你从哪儿听出来的？非常的好听，非常的细致。是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都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换一场。实话实说，我们哥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，对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演出。嗯，我们俩一上台呀，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对，实话实说啊，我们愧不敢当，因为这个掌声太热烈了。对，当然了，再热烈一点会更好。给我鼓掌的同时呢，也给他鼓掌。你喜欢我，同时也喜欢他。哎，咱俩人都有份。对，就这个感觉啊，翻译成英文就是，love me, love my dog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爱我，爱我的捧哏的。你当我不明白呢？这爱我和我的狗知道吗？这叫是不是？到底我不知道。就这个爱屋及乌。爱屋及乌，喜欢我，同时也喜欢他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两个人呢，接下来的时间好好给您说一回。哎，朋友们呢都喜欢听相声，那是，我们也喜欢说相声。对，站在相声的舞台上，心情特别的高兴。嗯，特别是他，我怎么了？打小就喜欢相声。哎，我也打小学，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，但是呢，跟这个相声没有很大的关系。您等会儿吧，我小学毕业就参加工作。对。我小学毕业多大？23。哦，合着我的青春你做主啊？我们可做不了主啊！那什么叫23呢？你在小学4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，对不对？轰动了北京城啊！哦，人家上一圈都回来了啊！我这还守身如玉的长着呢。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2年级的同学，特别好。甭废话啊！像话吗？不合情合理。反正后来呢就毕业了。嗯，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。得是高中，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。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，人家勇往直前。哎，关键是管吃管住。得多新鲜！我都当动物了，再不管吃管住，我还带着盒饭去了，还得。怎么带盒饭呢？您说错了。什么呀？那叫养动物。养动物。养大象，是的，养10年的大象，整整10年，大象是越来越瘦，哎，他却变成了这般模样。哎，我偷资料。刚才我师傅说他坐飞机买2张票，其实呢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哎，没有，坐飞机不好坐，这倒是，人家说得托运，我还不如买2张票呢。后来哄半天，知道吗？才哄上来。谁哄着来着？哄人家那个空乘人员呢？空姐啊，这才是上飞机来到德国演出。对，心情十分的高兴。是，这个相声啊，实话实说特别的难。刚才我师傅也说了，跟小品的区别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我自己个人认为啊，这个相声，什么叫自己个儿啊？我有口音。你那是口音的事儿吗？就自己呀，自己认为跟其他的形式特别的不一样啊。您说说，相声搞笑幽默，小品也是搞笑幽默。对，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搞笑幽默。什么呀？电影。有这个喜剧电影。好电影值得一看的啊。对的，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。什么呀？阿凡提。啊，有朋友说了，什么叫这个阿凡提呀？阿凡提就是3D 电影。我还3D。什么叫3D 电影呢？就是不是二哥拍的，叫3D 电影，对吧？二哥拍不了，二哥有些着急。前两年国内有个电影叫《关云长》，二哥算站起来了，老大还不行。这不胡说八道吗？这怎么了呀？哦，3D 电影嘛，不是二哥拍的。对，这3D 电影张飞拍的，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。全明白，你看二哥生气了，你看看，谁生气？你也可以拍一个呀。拍什么拍啊？高老庄的美好时代。哎呀，高老庄18拆。拆什么拆？至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美好。哎，这没有。
高老庄有什么青春的？不就猪圈吗？是猪圈猪圈。猪圈是下棋的还。多好啊！甭说这个啊，好好的，好没有问题。您说头两年的电影叫什么？阿凡提。你瞧你这个该死呀！还阿凡提？哎，你琢磨琢磨，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，不得赔死呀？怎么还骑驴呢？您说错什么呀？那叫阿凡达。对，阿凡达。哎，骑鸟的。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，你看看。他怎么了？阿凡达好电影值得一看。哎，好电影。刚才说了，阿凡达属于科幻片，科幻类。实话实说，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，多少有些虚假。是我比较喜欢的什么悬疑片，哎呦，一旦进入剧情，一个半小时不属于自己，这虚虚刻刻的呀，一定要找到凶手到底是谁。哎呀，还有这个爱情片，是画面的唯美凄美的爱情。好，还有动作片，武打，精彩的武打动作，跌宕起伏的剧情。好，还有爱情动作片。嗯，反正像这个类型的片子呢，不怎么好找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一般都是搜索，搜索，百度不行啊，屏蔽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不知道在国内。行了，在德国呢？你这叫甭德国，可能是德国百度。对，没有。这还胡说八道呢？谁胡说八道啊？什么叫爱情动作片？那怎么了？还不好搜索，还上网搜索，还百度屏蔽。你怎么早告诉我？你都快搜烂了吧？你看人家国内网站上不去的，是不是？也甭说这个，您别胡说八道，咱说清楚了。嗯，爱情动作没有搁一块儿，那怎么了？不合适。有爱情有动作，英雄救美的片子怎么不行啊？哦，英雄救美啊，前面是武打啊，完事俩人恋爱啊，岳云鹏啊，你可以啊，你搜的片子都有情节啊。阁下看这个片子都没有情节吗？我看这片子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装什么清纯呢？这是装的吗？就这么清纯？就这么清纯？上德国不要脸了，感觉没上德国。没好，好电影值得一看。嗯，我也是一个电影演员。谁呀？前几年我拍了一个电影，叫做《就是闹着玩的》，我估计今天有没有看过的？你看有哦，就是闹着玩。哎，这个电影呢，讲的是这个玉玉，哦，特别的好看。这个哎，百度有，你看百度有，德国百度快屏蔽了，你这个。这凭什么蔽啊？可不就闹着玩吗？你俩人，您说您那片子什么语？玉语。玉语是什么语气？我问你，香港话怎么说？玉。对了，我们是玉语。玉。河南。对了，那你说河南话不？这样说洋气。我可没听出来，我看我听够呛。当时放映的时候是在郑州放映的。郑州嘛，啊，我们那是一个大剧院，大剧院，知道吗？这个影厅，你说清楚了啊！大剧院，你的片子快进播了，我告诉你。机剧，知道吗？别拼了，拼不对。机剧，不是那个。嗯，大剧院，知道吗？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，那是。其他的影厅放的都是好莱坞的大片儿，进口的，都是粤语，哦，特别的好看，知道吗？今天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这个河南观众？哎，岳老师，河南人哈，你这，改同乡会啊？改什么同乡会？您说这个厅放的是你们这个河南话的片子？对六，别的影厅放的是美国进口大片儿。啊，也可能是德国的啊。先甭说这个啊，就外国人演的片子，也都是河南话啊，翻译成河南话啊。你这不胡来吗？怎么叫胡来呢？不是合适吗？特别好看啊！哎，什么片子都能翻译吗？对呀。哎，那我问问你啊，就去年有一片子挺热闹的，嗯，就是全都是硬汉打仗的啊，《敢死队二》啊，就那也能翻译成河南话。河南。特别好看，那个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一个鬼子，我听着跟抗日，特别好看，知道吗？阿诺施瓦辛格，啊，你亚马好疼啊！这是阿诺，特
特别好看。没有翻译这，你甭说这个啊，泰坦尼克号照样遇雨，照样好看，感动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。不是泰坦尼克号啊，这叫铁达尼，对呀、啊，撞冰山那个啊，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啊，全是河南话啊。你这不灾难改喜剧了吗？改什么喜剧呀、啊？您这湖南不可能、啊、特别好看。不是你真看了吗？看了呀。那行，你要真看了，您受累啊。您在这不模仿其中一个桥段？模仿什么桥段？呸！没文化的样子，你看看。怎么着？什么桥段？什么桥段？嗯、那是船段好吗？哪有桥？哪有桥？你说的对，我让你糊涂一辈子，你信吗？瞧不起你，你甭瞧不起我。桥段就是片段，那你说片段啊？这不专业吗？这样吧，啊，我给你模仿一个船段，好吗？啊，模仿你等会儿，那船折了。对呀、啊，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？当然有嘛。哪有啊？普通话是这样的啊，船一断，咔断了。那河南话呢？咔。我头回听说音效带方言的啊，它是有区别的，对话咔咔的没区别，包括里面那个女主角肉丝儿，肉丝儿，这个肉丝儿，什么叫肉丝儿？如此啊，如此，肉丝儿吐吐没就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哦，站着船头往还得吐吐嘛，啊，那怎么不一样？普通话是这样的啊，这样，河南话，呸，没词儿，哎，它是有区别的，废话，是有区别，还骂你爹呢，多好。没有学这个的，你学两个人交流有对话，两个人对话聊天。对，行，这不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，什么样？这个肉丝儿啊，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。肉，等等等等，你们那儿也没春节是吧？废什么话？废什么话？怎么还肉丝儿跳床呢？谁说跳床了？你说跳床啊？跳船，吃乌昂船。船船吗？跳船船啊！你确定你这个船没有腿吗？啊！你可想清楚了啊！跳船，哎，被他爷们欺负了，知道吗？哦、他想那个寻死，想寻死，哎，跳船有这么一段哦，这么待着，杰克过来了哦，抽着烟，对对对，赛于谦，哎，哎，就赛这个凶手，哦。这俩人头次见面，对对对，我在船上经典那段啊、嗯，这是，也难怪于谦放屁这么大劲儿，多的犀利啊！你念的，哎呀，啊，您这口烟嘬麻筋上。哦、还来一口，哎呦，好，这口说前列腺，废话，谁抽烟还欧耶一下？嘴怎么那么碎呢？你废话，你好好抽烟多好，啊，还能抽三口烟。嗯。怎么了？看见了，啊，看见要跳床，哎，跳船，跳船走过去，开始聊天了啊，走着去、啊，妮儿，什么叫妮儿？就是姑娘的意思。哦，河南话就是姑娘。对，哦，妮儿，妮儿，弄啥了呀？哎，这是在船上，这在地里吗？这不是？哦，这是肉丝啊，好、哦、都快风干了吧，都快。他不乐意这劲儿，滚！嗯、什么？滚！冲河！滚！啊，滚！跳船！跳船！这烟太熏透了呀！傻呀！跳船！跳船！嗯，别跳呗！立马范儿变了。
白跳呗，那海水可凉啊。哎呦，你们河南有海吗？我知道冬天挺凉的。啥呀？啊，海水可凉。你瞅你这模样，多凉啊！我还得问清楚了，多凉啊！可怜可怜啊、哎、不会聊天吧，奔跳呗、啊、你看那个人长得还怪带劲的呀。来来来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这是杰克肉丝吗？那这是，这不村长寡妇吗？那村长那模样还怪带劲啊，晚上弄家过日子去呗。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呀、啊、这国际上经典烟酒拿河南话翻译的吗？多好看呢、啊、不好看。刚才我自己表演，那怎么着？接下来咱俩给大伙模仿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片段怎么样？咱俩模仿。哎，模仿什么呀？画画。画。哎，你呢？哎，这没有啊。咱们喜欢这个大胖娘们儿。我不知道你们喜欢这，在这儿没事吧？不会传到优酷什么的吧？啊，那我回国怎么做人家？就你这还是做人？你甭废话，你不已经中枪了吗？你都，你甭废话，没有伤得死人家是吧？你看这帮人呢，画画，你这意思谁画谁呀？我画你。你来接后，我来这鱼子红肉丝。嗯，我脱光了，你让你画。啊，你可以穿点，知道吗？要不我们吐了。你先甭来这套啊！不就你憋着画啊啊！就你的颜料够了。画重点。这没有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画画也行啊。啊，画行。嗯，你不能来杰克，那我来谁？你来沙发。不行。还好还好呢。那怎么着？你要坐死我呀？谁告诉你我坐着，怎么躺着呢？你要睡死我呀？没有。美的你我告诉你，别瞎说啊！没有学这。上这儿撒麻子来了哪行啊？这撒麻子呢？别瞎说啊！不能说这，咱不能演这个了。哎，对，好好给大伙唱一回。哎，唱唱吧。其实熟悉我的朋友您都知道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唱的演员。您这爱唱啊？别看我岁数不大，刚十七八，研究这个歌曲呀。嘿，还以为你们没来呢。他们什么意思？拿你当驴的。拿你当驴的？废话，你说瞎话。我十九了，我呀，我人在壮大，二十多岁，不是，你护照上不写的田青吗？好家伙，我得三百多岁了，我得。好家伙，别瞎说啊！说实话，不到三十，我喜欢这个。行了啊，要不你往明朝靠。特别喜欢歌曲，真的打小就研究这个歌曲，这四十来年我都没十万过的，反正你没闲着知道吗？你那么老气儿，我觉得研究歌曲你怎么样啊？我也喜欢呢。这样吧、啊、我出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唱一首歌，我让你呲蛙猜怎么样？一看你就刚出土的，没学过拼音，我告诉你，无拼吗？那你猜。让我猜就完。谁唱的什么歌曲？那可以啊，稍微有些难度。跟您说没有难度，不就他演唱者歌曲名吗？哎，对对，太简单。听着啊，您来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就问一句，你听见什么了？那叫好。我不想说，我很纯洁。我不想说，
我很纯洁。谁唱的？我不想说。为什么？你不纯洁。我不纯洁，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你憋着画画呢，还现在。给你换一个啊！行了啊，好好来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又是我心中只有你。好，又见炊烟升起，又来你要去哪里？等会儿，哎，这上一个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先放会儿，没有，哎，这流氓聚会，人家爱看这个呀，没有啊，人家买票了呀，买票没买到画画儿啊，你们这有多少年没见过中国人了？对对对，咱们先到，咱先说正事儿啊。您那歌我早就听出来了，谁的？又见炊烟，邓丽君唱。错，什么叫错？这不是大邓的歌曲。你等会儿，什么叫大邓？邓丽君呢？邓丽君叫大邓。你管他叫大君君吗？我觉得大丽还行。这是王菲的《又见炊烟》。哦，王菲的啊。哦，大老王的啊。大老王的又见炊，他们两个是有区别的。啊，这俩人什么区别啊？邓丽君是这么唱的、啊。你拔唱吧，大姐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平稳啊，大邓就是比较悠扬的、这个、对，大老王是这么唱的、啊、大老王是弄唱的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我都听出你到日子了，大老王，好好的，是有区别的。哎，给你唱一个别的吧，还是别的吧，一个戏曲。戏曲，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，家喻户晓。哎呦，特别好听。你还会这个？别开双眼，我给大伙唱一个评剧、哎、啊。咱听听评剧吧，家乡的戏曲，咱好好听听吧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曾经相聚。不必分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你我来见，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
你就是一骗子。什么叫骗子呀？你不说北方的剧种评剧吗？对呀、啊，是评剧吗？是不是？听听，不，咱没说这个。你说的北方的剧种评戏呀、啊？那我哪会啊？那我，你不会？你说北方的剧种，我就会唱这个啊！你就会唱歌啊，反正。别管一出将。不必分心地，你们有多久不唱 KTV 了？特别好听。接下来啊，给大伙好好唱几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曲，最近喜欢的歌曲。五环之歌我肯定唱，等一会儿行不行？最近喜欢的一些歌曲，什么歌啊？都是一些个，反正国内的啊，一些个比较变态的歌曲。国内还有变态歌曲啊？有，特别恶心，特别恶心。什么歌？我听听吧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。佛他疯了，他换给你，是不是？那叫几世啊，那不像几世。那你听的问题呢？还有一首歌曲特别恶心。什么呀？撒风挺足的啊，七分靠大便，七分靠大便，七分靠打拼啊，不知道怎么唱出来的，上学闹的毛病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鼻涕。我用你唱吗？我用你唱吗？那是脾气、啊、都有鼻涕吗？哎呀，还有孙燕姿的一首歌曲特别恶心。孙燕姿怎么了？就你们老孙家的歌曲。哎呀，我们老孙家怎么了？你听着啊，眉中间有个红点，裤衩遮住脸。我都不知道洗没洗。哎呀，对，就遮住脸。哎呀，你遮什么脸？那是裤衩啊，那叫红纱。还有裤衩，还有什么什么清明节之歌。清明节啊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清明节啊，在国内清明节之歌。清明节不上坟吗？啊，你听着啊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回来吧回来。你喊他干什么？谁喊鬼了？那是归来吧。还有什么驴肉之歌。驴肉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保定的朋友啊。驴肉之歌。哦，保定驴肉。耶律呀，神秘耶律呀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可以做火烧。哎呀、哎、还熟的还是没有。那不是耶律啊，那是耶利亚。孙老师有一个好朋友。我还有好朋友。圈里的人，娱乐圈里的人，萧亚轩，大伙都知道吧？孙老师的好朋友。这叫吉他吗？有首歌是献给他的。给我写一份。你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，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。猪大哥。打今儿起这朋友算绝了，我告诉你，谁告诉你猪大哥的？那叫主打歌。主打歌不好听。就你是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不好听，是吗？你还口音呢。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那这好听。哎呀，您别胡唱。接下来的时间用我比较那个擅长的一种方式演唱一首歌曲。是什么呀？这个芹菜，蔡琴的一首歌曲啊。我听着就这么降压。我那儿被遗忘的时光献给大家，特别好听啊。这得是静场听，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闭眼听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呵，好听。哎呀，蔡琴又活了。对，就那么一种感觉。压根也没死啊。怎么半天说死一个吗？这不没死吗？蔡琴活着呢。哦，怎么了你？M 真的很骚人。对，那管什么用啊。被遗忘的时光特别好听，静下心来踏实听，有女低音，有点这好听。是谁有点意思啊，送你来到我身边。
是那圆圆的明月，行吧行吧，而且还甜美，是那潺潺的山。您啊，您您先唠去了，这是蔡琴吗？那这是，这不兔子精吗？想起兔子精你又开心了是不是？我开什么心呢？又想起嫦娥了是不是？那都是失去的青春，不要紧。说这个，你后悔当初调戏他吗？不是，你管什么不着你啊？行行行，领导都不问了，你问着吗？唱错了，唱错了，有好好。是谁在耳边说？你给我出去！我可卖力气的啊！卖什么力气？这兔子精完了改白蛇传了啊？哪歌啊？蔡琴不知道啊？哦，又错了，错了错了，蔡琴。好家伙，净犯了，也不是谁了。灿烂脸庞的呼唤，是谁？哎，难道说还有？哎呦，你这都甩出去，你这个忘怀的眷恋。你们饿了？我看见，哎呦，回来吧。哎，神经病，这闹闹着闹着。相恋呀嘛得，你们在山里干嘛呢？怎么还呀嘛得呢？你们别胡唱行吗？呀嘛说，呀嘛说，呀嘛说，咱别胡来了。蔡琴这歌您不会？蔡琴呐，你才。对对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真行！是谁？您这次有准不没有添备一点？在敲打我窗户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有一点小瑕疵。哪有瑕疵？就是窗没有呼了。哦，没有呼啊，没有呼，不让呼啊，没有呼啊。祝你在敲打我窗，没有呼。没有呼就不唱了。哦，就不唱了啊，就到窗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好，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不断的敲打我窗？你们村长。你就是那寡妇，我告诉你。你弄啥了呀？说这个左思燕，有好好的胡歌唱，别唱行吗？五环之歌献给大家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你比六环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
你比五环。咱们大伙儿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，很多朋友呢就不好意思张嘴，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怕您身边的朋友笑话你。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。这俩臭不要脸的啊！谁也别笑话谁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，好不好？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么差，你们让这几个外国人怎么想？大外国人看着看半天了，这是一群神经病啊！这，哎，开心哈。接下来给大伙唱一个最浪漫的事献给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好好唱这个。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还是这好听。你笑什么？不是人家笑也不行啊，他笑话我。他没笑啊，而且是那种笑。哎，上来，我可不是你们肥事都要挑衅我是不是？还挑衅？哎，我错了。怎么样？我错了。得亏是中国人听得懂，我告诉你，这外国人就打着了我。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这歌多好，有什么好乐的？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但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说想要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她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睡。别看，微信搜索郭德纲视频，钢丝儿都说德纲好，领着大伙儿去洗澡，谦儿哥来把大伙寻，发现嫂子可不行，嫂子在家看视频，微信搜索郭德纲视频，德云社里一枝花，小月月来把大爷夸，抽烟喝酒又烫头，养鸡遛马去逗猴，来不废话，
用微信搜索郭德纲视频，嫂子和你嗨到不行。